心的概念，你说现在吗？Of course， 现在是下半身有点灼热，水煮蛋，跟服装没有关系，跟这个温度有关系，温度有关系。对呀，我真的觉得好可惜哦，我应该早一点来的，把它给念出来，桃符全命局。合并在一起。哇！哎，你这样子让我们很舒服吗？不行的，爱怎么泡就怎么泡，支撑的可以从这边翻过去 ，OK。翻墙，真的。其他要从外面泡进去，再进那个池子，然后但是不能跑，只能用走的哦，快走哦，预备。不能动！哦，从在这里，大家呢，这个泡完温暖的这个温泉以后，泡冷泉啊，其实好像习惯就好，对不对？都有。软 Q 脚王，软 Q 脚王吗？什么意思了？池子里面，一定有东西的嘛。有什么？不要动哦，先别动哦。限时一分钟，尽量夹，好不好？夹用什么夹？用脚夹。对，够，加油！学妹，你白痴啊！白痴啊！他竟然有两只脚了！有！放不下来。好，手上有八的举手，有八举手。哎，你也带一把，对，我们要有正式位。可以算一下，邱姐运又是八，邱姐运又是八。恭喜第一个脱困的胜，耶！上平。苦得了，来，可以到那一槽去，来先泡一下，泡一泡再上去就，先不要泡冷水就好了。太冷了，刚刚这边。哎，这个刚泡完冰的就马上来这里，会刺刺的这样。都脱。意下如何？大家抹好油之后就准备要射了啊！好，预备。不要往前，不要往前。就靠你。Oh, you are 加油！不要那么大，
秒。哇，更难。十秒。好，最后十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呀！第一位离开的是 Ken。那个蓝宝，蓝宝累了，最后有一个蓝宝，你累了吗？你累了吗？还有一关在这里哦，来来来，最后一关了啊！雷拉，你可不可以贡献？平衡好手，大家玩的，两个人可以。好，平衡好手。不要给压力，不要给压力，不要给压力。雷拉，你可以，你可以。他们现在一个了，他们过了，我们就输了。哦，哎，所以你们两个是有机会的哦。对啊，你们可以夹杀他哦。等一下，你们过来那边还有个要脚要翻过去的，把蛋蛋放到最后这边，你就过关了。好，脚要翻过去。来哦，预备。翻去哪里？这里。这边啊，这边啊，这里哦。绕一圈哦，要绕一圈。队长，队长，你们要合作，队长，你们要合作，对对，没错，好，走快点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走里面走，不要急，安妮，你不要急啊，慢慢来哦。手不能去碰，很好很好，慢慢来，不能碰哦。第一次走快一点，雷拉不然会输了。我不想让他先走啦，先走再说。一只手一只手，哎，你们不要挡住我，不能挡住我，我那手就上来了。走快一点，走快一点，雷拉。手不能碰到啊，碰到就错了啊！差一步而已。慢一点，雷拉，慢一点，雷拉，慢一点。雷拉，慢一点，不要急。这已经看不惯了，慢慢来。雷拉，慢慢来，你要赢了，真的要。杨哥，加油！雷拉，可以，可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哦。有啦有啦，去跟队长说一下，去跟队长说话，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。不要这样，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。你讲一下，你今天来这一集，来这个节目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？人家要生小孩，你会吗？
结婚了，不好意思，不用不用不用。不用不用